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世界观 news 讯，上星期新上映电影一共四部，包括《真三国无双》《金钱帝国》《追虎擒龙》《独星叛变》，还有由张艺谋执导的《悬崖之上》。截至5月2日的一周票房成绩，《真三国无双》顺利登上票房冠军，而直到5月6日更一连8日成为票房冠军，累计票房冲破400万。电影远赴新西兰拍摄，成本不菲，不过更花费和时间的是后期特技。单是药神还原无双一幕已经有排稿，由导演周显阳执导及监制之电影《真三国无双》上周四29日在港上映，而上映以来都一直成为票房冠军，成绩不俗。去到第二个星期，有更多参战，包括安吉丽娜朱莉 Angelina Jolie 的灭我者 Those Who Wish Me Dead 郭富城秘密访客土屋太凤的奇迹的烧肉店，台片跟你老婆去旅行，韩片梦魇，西片最美的一刻及波斯蜜语。虽然连续夺冠，但票房数字上未算有惊喜，有点意料之外。至于累计至5月2日的票房数字，第二位是由古天乐、林家栋、吴镇宇、梁家辉主演的《金钱帝国追虎擒龙》，有186万美元，同样表现平平。而《爸爸可否不要老》获最佳男主角加持，上映25日也收得357万美元。两部在颁奖礼后一星期都分别取得过百万票房，再次证明奖项成为票房的催化剂。编辑张艺嘉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